哎，这是哪儿的歌啊？我的歌，哦，你的歌啊？对，那不是有点背景音乐吗？铺垫一下，真真姐这个就是，宽宽，这是暂时离开了是吗？哦哦，我这可以关，原来，我以为不能关呢，等我一下，我把它关了。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，不是，有没有什么，嘴怎么这么瓢？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呀？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，他们说的反正来来回回就那么些，是我们有没有跟他们想说的？他们来来回回在一起，那个亲一个，比个心，要二打，还有对，啥？就是二搭，就是二搭，就要二搭。其实我上回咱们直播的时候，就是你卡的那一次，然后上回咱们直播的时候，我就留到最后了，我以为那个就是最后一次直播那个是官方的最后一次，了。哦，那是关，对，哦，因为我对对。一直想的都是到收官的这天直播，跟大家可以聊聊天嘛，有点仪式感，哦，唠可唠，以，唠唠一唠，唠，唠一唠，唠。有啥想对我说的？嗯，对角色，对角色。哎呀，我真的说不了，我说我真真的，我你再说说我真你，哭了。你不得，观众想看啊。哦，温暖着他，然后跟他一起肩并肩的这样走下去。然后，哎呀，这个歌为什么好悲伤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换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氛围到了。完了，下一首《Hard to Say I'm Sorry》。算了，江流听吧，这个歌单都很。因为。我真的是刚刚我才，我一共有2次，我是觉得就是很舍不得大家，然后就是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还有一次就是上一次直播的时候，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在你开播之前，然后看到大家的小作文了，我就是觉得，陪了大家这么一程，然后大家也陪了我们这么一程，就是有点双向奔赴的那样的，那么的。那样的感觉，你刚能刚懂导演吗？也说了这个词。哦，是吗？就是有一点双向奔赴的这样一个感觉。我们那么努力的去把这个戏拍下来了，然后给大家呈现出来我们竭尽全力的样子了。然后大家呢也是很喜欢这部剧，然后我们那么多自来水，然后行了行了，我来收了。就是，我还有一个给点到哦，你，还有一个点，还有一个点，就是我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因为我原来是一个不自信的人，然后就是在角色里面你没有办法去不自信嘛，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，强忍着让自己自信，然后并不是内心真正的自信，然后就。这次特别感谢大家能给我很多的信心，然后让我去，再努力的沉淀自己，然后更多的去拍戏，然后回馈给大家，就这样。说得好，好了好了，我来说一点，就是跟你说也跟大家说吧，就是我觉得从角色上来说呢，我觉得连线程确实给了沈曼妮很多安全感，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剧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因为。很稀缺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就很谢谢严先生，
然后它哪怕是存在在戏里的，但是也让我感受到了，就这个东西我不管它戏外戏里或者它能存在多久，我不贪心，反正它有过，我觉得就很美好，然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。然后戏外的话，其实我也挺想跟大凡说，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的，你是一个不是很自信的人，除了这点，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就是挺敏感挺脆弱的一个小男孩。哎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，敏感这个东西最后伤害的都是自己，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挺心疼你的，就是希望你也能对自己好一点，然后未来的日子能越走越好，然后希望能达成你心里想要的东西，不要伤害自己，保护好自己。谢谢，祝福我两句。嗯哎，就是我终于体会到了，就是让那种过年的时候让侄子侄女表演才艺的感觉。说两句，说两句。哎，我学主持的吧，以前我以前那个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面主持一段，我感觉我现在在报复你。哎呀，哎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随便说，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回头给我发私信也行。就是在戏里面，在戏里面，我觉得，闫星辰是一个很缺爱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呢，沈曼宁把他的这份空缺给填满了，因为自从就是他父母车祸之后嘛，然后他就我戏里面也说过一句话，他是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感情，然后谢谢沈曼宁。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希望你可以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好好生活，然后像现在这样做自己，要开心，不要难过，要快快乐乐的，要身体健康，要谢谢严先生。谢谢严先生。好的，严太太，也别叫严先生了吧，收官了。谢谢樊之行，谢谢李墨之。行呀，那照例比个心，来，大的小的，大的小的，大的吧，把小的大的都来一个。等一下，凹个角度。好，大的。对，你过来一点。你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对，脑袋得跟我一样大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要跟你说拜拜喽，拜拜的是严先生。好的，拜拜，那我拜拜严先生，我就不拜拜樊志兴了。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严太太，拜拜了大家，拜拜。你关吧，我不做这种事情。哎，我怎么关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好，我找到了，拜拜了大家。哇，突然自己。